盖的不严实，是还补一刀。我老秦强迫症，他看不得露一点腿。哎呀，好了，你那脚石头怎么还在外头呢？千万别让秦霄贤上综艺。场面一，黄色，黄色。你太侮辱人了，你太过分，太过分。哎，还这样，还在那等。白鹿带情绪了。场面二，坐呀，请入座。啊，请入座。不对呀，请入座。你一人一回吗？这。来，我们继续了，请准备：三碗牛肉面，五碗牛肉面，七碗牛肉面，八碗牛肉面，四碗牛肉面。你们活，你们活，第一个。四碗牛肉面，四碗牛肉面。这不是我。等会儿，谁呀？他呀。他，你是我吗？你不是他吗？他是你。那谁是你？后两个是我们俩。错一回。来。《西游记》片头蹦出来的那个，真的，当然，当然，就从石头里蹦出来那个，当我待会儿，确实，我待会儿。爷爷，你还要坐上去呢，你来这儿待。今天这个入水小高潮就是他们的内斗。场面三，老秦来了。哇，老秦压力大了，老秦。如果没想好，往后挪，我挪到第四个去，把人往上换。是，可以挪个人吧？我怕我到那儿我都想不出来。来，整啊，好。呀，你不喝就是不给我面子。老板真的不是不喝，我今天真的有病。我病历本是吧？病历表哈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就是因为我们有一次我们团建，然后弟弟是因为当时是什么炎症来着？挂水，就打点滴。但是呢，他又特别热情的要参加我们的团建，然后只要有人一跟他说弟弟喝一杯，弟弟就拿出病历本说三点点滴。但是这个实用性比较低，要付出很大的代价，先得病，还得赶上有酒局。场面四，没过就我想你25下啊！大家一起监督啊！大家一起监督，加油！小。真呀真，大王就是人家的小了，人家的小了，小真呀真，大王就是没人喜欢。忽然有一天想变了，大王不喜欢。打气了，大家喜欢他。我这后面真不会上了。Ending post 是不错的。